有种想不到叫郑爽徐璐同框，看两人的腿，网友徐璐确定88斤。要说娱乐圈最瘦的女明星，很多人都会想到徐璐和郑爽两个人。郑爽自出道以来就给人一种很清瘦的感觉，而徐璐更是只有88斤的体重，两人真是羡煞了众多女粉丝啊。除了他们的男友之外，既然是两大小花在一起，那就免不了会被大家拿来做对比了，因为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清瘦类型的美女，所以站在一起就很有对比性了。郑爽有着168厘米的身高，而徐璐也有着1.66米的身高，比郑爽稍微低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只看身高根本看不出来。再看体重，徐璐体重是88斤，而郑爽有多重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当两个人站在一块爱的时候，还是能明显看出来郑爽要比徐璐瘦一些，尤其是脸蛋和腿，郑爽都显得更为清瘦。要知道徐璐只有88斤，她要是还不到90斤的话，那郑爽的多瘦啊。